去打疫苗第二剂。那因为辉瑞跟莫德纳打时间不一样，辉瑞是隔3个礼拜之后会打第二剂，那莫德纳是4个礼拜之后会打第二剂。今天我就要去打疫苗第二剂，那现在出发去打疫苗吧，咕咕。You don't need no filters. You my rock, yeah, you my perfect picture. Baby, you know I'm tryna kick it with ya. Ain't gotta wait till it gets dark. We get 106 and park. You be my. 一样的，打完了准备回家对抗副作用。听说第二剂的副作用非常的强，祝我好运，拜拜。现在是打完疫苗的第6个小时，那我现在是一点症状，连手酸都没有，手还可以这样子很自然的举起来跟放下来。The next day， 现在是早上的10点半。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我突然超级冷，我觉得我应该是发烧，全身酸痛，头超痛，就睡。起来的时候全身都是汗，然后就去洗了澡。本来今天是得要躺一整天了。现在是晚上的6点多，刚刚又起来洗了一个澡，因为中间这段期间一直反反复复的发烧，一直爆汗，头一样超痛，身体一样酸软，从来没有那么不舒服过。Day three， 今天是我打完疫苗的第3天，因为昨天真的太不舒服了，所以我今天来补充一下我打疫苗有的症状。我最不舒服的就是头痛跟全身都很酸软，然后就是发烧，那它是一直持续的低温发烧，就是不会像一般感冒觉得说，你发完烧退了之后就有好的感觉，但它就是一直保持在那个发烧的状态。那很神奇的是，24小时之后症状马上就好了，一切就都正常了。这个疫苗真的超酷的欸。嗨，今天是老张打莫德纳第二剂的日子。下一个就是你啦。You don't need no filters. You my rock, yeah, you my perfect. Baby, you know I'm trying to keep you with ya. Ain't gotta wait till it gets dark. We get 106 and park. You be my rock, I'll be your perfect to ya.他的汉堡这边料要自己加，自己选择要什么。因为老张不会讲，所以我们这都点 all the way。草莓奶昔，爆炸的鲜奶油，它超好喝的，台湾麦当劳奶昔的味道，而且它又不会很甜。发送餐点时间，耶、yeah! ！我们点的是 little burger， 它是小的汉堡。你看小的就这么大了，它还有一个正常的汉堡。怎么办咯，就是料全家，寿司 BBQ 酱。我现在都不敢说啊，因为我的上礼拜第一天打完，没什么感觉，说自己健壮如牛。就隔天呢，一下好冷啊，好冷啊，傻眼。老张6个小时还活蹦乱跳，还可以滑 FB， 觉得你有什么副作用吗？手很酸啊！明明就打右手转左手。现在是晚上的12点半，老张现在准备要睡觉了。刚睡前的时候吞了一颗药，他避免隔天跟我一样很严重，所以他事先吞了预防药。The next day， 现在是隔天早上的11点多。那他一样早上6点多的时候起来，因为他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发烧，然后吞了一颗药。说你呼吸怎样？嗯，很好，很老爷爷。还可以开玩笑，看来是还好。下午3点，今天也是一直昏睡。Day three， 第3天，老张一切恢复，开始上班。
觉得你还有什么症状吗？健壮如牛吗？老张在这次打莫德纳一共吃了四次的药，那我是都没有吃，所以从这次的比较看来，我个人是觉得莫德纳的副作用会来得比辉瑞再强一些。那莫德纳跟辉瑞副作用都是在隔一天的时候出现，那症状就是持续一整天，等到第三天之后，我们的副作用也都全部都没有了。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那我知道的话我就会回答你。那我这次疫苗的比较就到这里结束咯，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 We'll be right back.